他们会拿下比赛，让所有的对手都空着手回家。2021是属于 PCS 的一年 ，PS 与塔隆即将在 MSI 上证明这一切。他们会拿下比赛，让所有的对手都空着手回家。他们知道该如何赢下比赛，又或者换句话说，他们好像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输。他们在季后赛上未尝一败，甚至连例行赛都仅仅输过一场而已。但如果你觉得他们在 MSI 上就开始要尝到败绩的话 ，PS 有 Maple AKA LCK 杀手，和以前闪亮的上路队友火龙汇合之后，准备再次的让所有 LCK 的粉丝们哭泣，就像是在17年击败了 SKT T1， 18年击败了 Kingdom Dragon X 一样。哦，对了，也不能忘记 Kaiwin 以及 Unify 的双人线，在今年他们变得更加强大。如果你还没有上 PSG 的车的话，我劝你赶快上，因为在今年他们即将在 MSI 上摧毁所有人的指望。